没没口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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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没口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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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口的口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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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队排到要死要死的紧来走口罩啊主持人好，巨星、巨星登场啦！啊，被串戏也有串戏，轻松不完。而且刚才那首歌好像、嗯，好像把整个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的疫情防疫啊，全部都把它编到歌词里面。是我听的没错，它应该是海带舞吧？海草舞，海草舞吧？海草，海草。然后里面就是讲了2020的大事情了，过去的啊、因为疫情啊，有一些大家的困难困苦，然后一些大事件都写在那个歌词里面。改编的那个是最新流行泰国的。螃蟹舞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刚刚跳的是螃蟹舞，螃蟹舞，所以哎，最近很流行。美玲姐想学一下吗？我没有啊，谁说我想啊？学一下，学一下。我懂，姐，啊，巨巨星出道五六年，165才出道三年，教一下，教一下，麻烦前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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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一下，前辈在前面，前辈，前辈，把你的手指比耶耶，好来往下，往下，好来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来杯卡哈，来来，卡来开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刷三下，嗯，耶 ，My God， 安呢，就这样，很简单吧？那个我跳前面就好，这样就好，吐来吐去的，我们试试看啦，因为我觉得巨星很会教哎，他分解动作讲得很好，那直接来啊，好吧？直接你带动大家 ，musi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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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你一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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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片，不你一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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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阿爸，六七八阿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刷刷刷刷。学起来了呢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哎，他真的是，坦白讲，我是觉得他不但能够唱歌，他还能够跳舞，还能够主持，他算是十项全能的。又可以改编歌曲，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没有没有，豪哥说的也没有错。
是管得喝啦。我觉得他非常有艺人的特质，开得起玩笑，也敢开前辈的玩笑。不敢，我哪敢是他的前辈？你这样讲，你当然是他前辈、啊。你这样讲没有，真的没有错。我坦白讲，我是他前辈。我希望他记得我是他的前辈。再打回去一枪啊，厉害！